大家好，我是宋代。明晚五点是 LPL 夏季赛季后赛第四场 WE 对战 BLG， 这一挂耍 WE 战队，此战吉凶，我们开始吧。挂46升，本次占卜出现变卦，变卦54归妹，欲解此卦需以本卦为主，变卦为辅。本卦升元亨，用见大人，戊戌南征吉。彖曰：蝼蚁食升，巽而顺，刚中而应，是以大亨。用见大人，戊戌有庆也，南征吉，志行也。意思是升卦象征上升亨通，易于出现权高位尊的大人物，用不着忧虑，向南方出征会带来吉祥。象曰：地中生木，生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意思是象此说升卦的卦象是巽下坤上，而巽又象征高大树木，这样就成为地里边生长树木之表象，树木由矮小到高大，象征上升。与此相应，君子通过适应自然规律来培养自己的品德，积累微小的进步来塑造高大完美的人格。变卦归妹，征凶无忧利。彖曰：归妹，天地之大义也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，归妹人之忠实也，月已动所归妹也。征凶，位不当也，无忧利，柔成刚也。意思是归妹卦象征婚嫁，如果行为不正，前方会有凶险，不会有利益。象曰：泽上有雷，归妹，君子以永中之璧。意思是象此说归妹卦的卦象是对下震上，对又代表少女，震又代表长男，为嫁出少女之表象。君子应当永远使夫妇和谐，白头偕老，防止夫妇关系被破坏。本卦为吉，变卦为凶。根据卦象来看 ，WE 战队此战运势亨通，无需忧虑，向南出征会比较有利。但如果行为不正，比如有人浪了，或者决策失误，战果就会发生变化。好，本次的算卦解卦到此告一段落，希望 WE 战队与 BLG 战队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三连关注发家致富，我是松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